又把球给抢走，喇叭要队友中距离的出手，有在空中，这个球是传球吗？哇，但是最后的补篮呢并没有把它给放进，一样选择自己的切入，第一时间被挡下，但第二时间后面还有周伟成。周伟成转身想要自己来单打，但传出来中距离的一个挑投，吴又任传球给到周伟成，转身而过之后垫步之后呢，右手上篮得失误。对，那现在呢，其实台银的这个三二转成二一二的区域防守。哇呀，这一次的传球，哇，然后赶快传出来，差点掉。周伟成砸进去之后，换到右边了，把这个球给摆进。中间直接抛投出手，不止十五分了。喇叭切了禁区 ，good pass， 漂亮的转移球。我们知道我们很多的本土球员，基本上很多从国小就开始接受到专业训练。那是就读的是中州科技大学，然后在2016年开始的一年最佳的成绩啊，在班霸的这个巩固禁区的情况下，首节的比赛还有将近三分二十秒，这个传球掉了，直球往篮底下传。再给出来去找张博胜，拉把外线投进了三分。两个包夹硬起，哇、哦，杀出一条血路。是 Polo 打，底线晃一下之后，周伟成选择中距离的跳投出手，有三分。哎呀，这台银好可惜啊！那、也拿到了三波的进攻篮板球权呐、终于是把这个分数给放进。有道理。找教练要看一下八字啊，对对。来，底下这个球随手一拨，都宜兰高中其实创造了一些奇迹。哦，进入到陈国伟也是同乡啊，港兄啊，宜兰出来的，还是想要从人缝当中来做抛投，几乎要卡死了。两球的罚进，基隆战术是中锋都还没到，结果这个球去传到对侧。